有人说结婚以后就不自由了，那是你们不自由。我结婚之后非常自由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想洗碗就洗碗，想洗衣服就洗衣服，想穿就穿。就是他妈想死死不了。这几年我不是挣了很多钱吗？我就想买一辆宾利。但是我身边有一个很懂车的朋友跟我说，宾利和保时捷是同一个平台生产的，于是我就去看保时捷了。然后我又有一个很懂车的朋友说，保时捷和奥迪是同一个平台生产的，之后我就去看奥迪了。之后我又有一个很懂车的朋友跟我说，奥迪和大众是同一个平台生产的，所以我就去看大众了。我刚要买，我又有一个朋友说，大众和斯柯达是同一个平台生产的，所以我就买斯柯达了。我真的不是买不起宾利，主要是我身边有太多懂车的朋友了。